撞向横过马路的途人，之后再撞向迎头的旅游巴士才停低。出事后，妙国能以一把戒刀割向自己颈部大动脉自杀，其后证实死亡。警方已成立专案小组调查。有消息指，事发前曾有匿名人士与警方联络，预告上址将有事发生。今次是继本月初大埔重型货车撞人事件之后第二宗严重车祸，两宗车祸同样有匿名人士曾与警方联络。喂，阿彪，我啱睇开新闻啊，真系俾你估中晒。如果可以早啲破解到档案嘅话，就唔会死咁多啦。咁老细，我哋攞住啲数据，而家点做好啊？我想自己查落去。大单嘢太大单啦，我哋 hack 到嘅唔系普通料，可能系特工集团嘅料啊！保住啲档案。喂喂，请上喺计 yes 巴士度，上咗东九龙走廊。OK。有两架可疑车辆追住他嘅。阿涛，到位。照过来，唔掂，可疑车辆喺后方追紧上嚟。听我讲，我数一二三，我哋一齐跳出去。一。你玩我啊你？唔系讲咗一二三先跳咩？你針落嚟啊！真係好有型，拉咗你 book 個直升機噶啦，可以型啲噶嘛？你估你真係 Tom Cruise？ 你又夠起勢咁扮福齋雅治啦嚇！姚可兒